双手剑是剑法运用的一种特殊形式，它以双手持剑在充分施展与剑尖击刺的同时，又特别注重发挥剑身的劈、抹、拦、格等技，形成了独特的技术招法和运动风格。 Within this form,双手剑剑法运，练化莫测，动作多以古典剑法为主，吸收众家剑法之长，有秦汉之韵，推广中晋子所，威猛中，景仰之势，是一套不可多得的民间武艺经典。一柄长刃，洋洋洒洒，三尺龙泉，淋漓威风，刚中有柔，柔中见刚，是力的神韵。刺劈云魔，吞吐开合，是剑的灵魂。 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，少林少林，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，精湛的武艺，谁是也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。